宝子们，章子怡不愧是带过三个孩子的宝妈啊，奶粉她是真的懂。这肯定是这儿的。A R A 应该。言简意赅，子怡现在放的都对吗？100%。哇，在表演上，章子怡有着自己的高标准，在选择代言产品时，她更是严格把关。作为飞鹤的新妈代表，这次子怡姐直接闪现飞鹤工厂进行深入考察，在飞鹤工厂见证了飞鹤奶粉从一滴牛奶到一粒奶粉的奇妙过程。章子怡不禁感叹：对于宝宝来说，这个口粮的新鲜度是特别重要的。是的，是的，生产日期越近越好。飞鹤确实这些年也是为了能够达到今天的这个28天，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生产出来的奶粉还会有专门的奶粉闻香师，通过观察、品尝、嗅闻等方式进行奶粉品质的鉴定。好家伙，这不就是奶粉界的望闻问切吗？最关键的是，这里的每一罐奶粉的奶源都来自北纬47度黄金奶源地。真诚永远是必杀技。有章子怡对婴幼儿产品代言的高苛求和飞鹤对奶粉生产的高标准的双重 buff， 我信得过。